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呢？啊，才不是呢，我正在准备母亲节送给母亲大人的礼物。母亲节？这么说就要到了，万一母亲大人突然闯进了我的房间，或者是放学的时候他到学校来就会发现，那样的话我就不能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所以我才要利用下课以后这段休息时间一点一点的准备。哎，那你准备送什么礼物啊？有什么关系啊？给我看一下嘛。这可是我特意为母亲节想出的点子，不可能这么简单就透露给你吧。切，那小玉，你准备送妈妈什么呢？我也在犹豫，到底是要送康乃馨还是别的东西。跑到花店说请给我一束康乃馨，那还真让人不好意思。哎呀，这孩子真是了不起，是送给妈妈的礼物，对吗？我说的对吧？花店的阿姨准会这么说的。你们还没有想到要送什么吗？美环同学，我可是早就想好了，而且为了她把零花钱都存起来了呢。了不起呀、啊！我的礼物肯定会让妈妈开心的。我都等不及了。啊，真是麻烦呐！母亲节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呀？肯定不是小孩子了，噗，肯定是妈妈们想出来的，噗。很有可能。这么点零花钱买什么好呢？真难办。要是像奥运会那样四年才过一次，那该多好。错，就连我这样品学兼优的模范小学生都要对平日精心照顾我的母亲大人表示诚挚的感谢了。直截了当说，你们几个就算一年感谢一次也是远远不够的。该怎么办呢？哎，姐姐小海送妈妈什么礼物了吗？啊，不知道妈妈想要什么呀。要是买康乃馨，她肯定会说很快就谢了，真浪费。要不就是这时候花价钱最贵了什么的。那爸爸，你觉得妈妈最想要什么？要是问我的话，当然是酒了。现在又不是在问爸爸想要什么东西。他想要什么东西我怎么会知道啊？爸爸，要是你不知道自己的太太想要什么，他很快就会不爱你的。人家都说太太在哺育孩子告一段落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小丸子的话好像比酒更有劲儿。对了，我们去问问妈妈吧。要是换成我，就算知道礼物是什么，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东西都会开心的。说得对。你们的袜子啊，要是不像这样用手洗，是很难洗干净的。那妈妈，你母亲节想要什么礼物啊？哎，不用了，不要什么礼物了。怎么能不要礼物呢？趁这个机会说什么都可以。那好啊，早上不要赖床，好好上学读书，好好整理自己的房间，就是给妈妈最好的礼物了。切，妈妈真没劲。妈妈呀，只要有你们这份心就足够了。不需要什么礼物。妈妈的就免了。父亲节你们把我的那份一起送给爸爸吧。
对他什么都不送了吗？嗯，妈妈都这么说了，我就应该听她的。今年母亲节，我什么礼物也不送了。是这样啊，买什么好呢？这么一来，零花钱就省下了。今天奢侈一点吧。哎，小丸子真是的。母亲节那天晚上，妈妈，把裤子拿给我。真拿你没办法。妈妈，再给我拿瓶啤酒。真拿你们没办法。妈买点什么礼物吗？水有点凉了，不过重新烧太浪费。就这样，母亲节的夜晚像平常一样过去了。第二天，真好啊！哎呀，你好，尹太太。你好，你好。小鱼妈妈说，昨天母亲节她收到的礼物是入浴剂呀。哇，我那线校送我的又是康乃馨的康乃馨。那傻小子，母亲节难道就只知道送我康乃馨吗？给我的时候就像递萝卜大葱似的。拿去吧，拿去吧。我实在忍不住了就说了他，你起码也得说声谢谢妈妈吧。男孩子都这样害羞嘛。你们好，你们好。哎呀，这亲子装真好看。这亲子装是孩子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哦。想和妈妈穿一样的衣服。好，穿上真温馨。就是，还是养闺女好啊。尹太太家里有两个闺女呢，应该收到很多礼物了吧？真是让人羡慕啊。哎呀，这位不是殷太太吗？您好。您好。哦，麻烦您给我拿一些这种最贵的牛肉馅儿。哇，您家要请贵客。我的好儿子莫南在昨天母亲节给了我这个做礼物。感谢信。母亲大人，您总是不辞辛劳，每天都费尽心思变换花样的为我做提高智力的餐点。在我感冒的时候为我熬制热腾腾的粥，在一旁悉心照料。为了给我编织手套，您一直忙碌到深夜。母亲大人，直截了当说，你是日本第一的好母亲。在此我将这封感谢信献给您，完为莫南。九年呐，养育他的那些艰难心酸，看到这张纸就全都烟消云散了。日本第一的好母亲，那孩子真能说呀。抱歉让你久等了。哦，所以今天要做我家莫南最爱吃的牛肉汉堡。多谢惠顾。那么恕我先告辞了。好。妈妈，把裤子拿给我。妈妈，再拿一瓶啤酒。妈妈，真是的，不是让你给我拿裤子吗？哎，今天晚上妈妈是不是心情不好啊？嗯，是不是因为昨天母亲节你们什么东西都没送的缘故啊？但是妈妈不是说什么都不要的吗？越说不喜欢越是喜欢，越说不想要越是想要。其实妈还是想要礼物的吧？实在是搞不懂了。本来嘛，该送礼物的时候就应该送礼物呀，现在零花钱都花完了，真伤脑筋。小玉送了什么给妈妈？我送的是入浴剂，它的味道特别特别好闻，还很舒服呢，托小玉的福，皮肤滑溜溜的。谢谢你啊。对了，妈妈，我能送给小丸子一袋入浴剂吗？哎，当然可以。小丸子，你去送给你妈妈吧。小玉，谢谢你，小玉。我回来啦！听我说，姐姐，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啊？干嘛啊？我正忙着呢。快来嘛，快来嘛。
妈妈，我们谢谢你。妈妈每次都是最后一个洗澡的吧？我们想让妈妈难得的第一个洗一次澡，这可是母亲节的礼物哦。虽然可能有点晚了，用了这个，皮肤就会变得滑溜溜的。你们真是……水温怎么样？正合适啊！你们也一起来洗吧。好，真舒服。你们刚生下来那会儿还是在那个盆子里洗澡的呢。那个现在不是用来洗衣服的吗？是啊，它原本是你们两个的浴缸。就那个。从前妈妈把你们放在那么小的盆子里泡澡，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可以帮助妈妈泡澡了。妈妈肚子都叫了，饭怎么还没做好？说起来，昨天母亲节我也什么东西都没收到呢。其实我也多么想能第一个洗澡什么的。与刚洗完澡心情舒畅的小丸子他们相反，广志一个人心情沮丧。那后来呢？银同学，今天你应该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了吧？准备什么呀？你竟然还问我是什么？今天不是有一样很重要的作业要交吗？我想想，数学没有作业，语文也没。小丸子，是不是出强暴的事啊？出强暴？直截了当说，你还是把这件事忘了吧。今天我们要开辟一个强暴，同学们你们想好了没有？要刊载什么新闻内容？想好了。那么我们分小组讨论，开始着手出强暴吧。真是让人头疼啊！居然把这么重要的作业给忘了。对不起。来来，你们看看我写的东西。期望学校改进午餐建议表。我把希望学校供应的午餐菜单罗列了一下，比如寿司啊，牛排呀、啊。小山同学，强暴可不是一个可以登载你个人愿望的地方哦。就是，应该写发生在班里的事情。真不像话，希望你能想出更好的事情来。随波同学有好主意吗？这个，我认为可以写与其他班的花坛相比，我们班的花坛的花开得更美丽。这个不行。为什么？这是全班同学一起种的花，有什么不可以啊？全班同学一起种的花，直截了当说，就是全班同学都有可能把这件事作为强暴内容。作为班长，我绝不允许将这种毫无特色的新闻登在强暴上。那我的这条呢？应该如何保护肠胃的研究结果，你觉得怎么样？你这个也不行。搞什么文文？就是啊，自以为是。请都给我闭嘴，直截了当说。既然你们与我这个班长在同一个组里，请你们大家拿出与我这个班长相称的新闻报道来吧。说什么呢？哇！什么？这也算新闻？正确的听课方式，正确利用课间休息时间的方式。直截了当说，我们组做出了关于正确度过学校生活方法的报道，同时也刊登了我们组采访我这个班长的重要新闻。好奇怪呀。这份强报做得很认真呐、啊、感谢老师夸奖。要是能多写一些班上其他同学的事迹就会更好了，在这方面那份强报就做得很好。山根同学，马路上的英雄。哎，是我。昨天山根同学帮助一个无法过人行横道线的老婆婆过马路，正好被我看见了。我认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就把它报道了。是这样吗？像这样一条新闻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看到谁做了什么，就把它记录下来，告诉给大家。这是一篇很好的新闻。干得好，山根，还有冰冰。别说了。
放学后。我来帮你提水吧。谢谢。看到了吧，要好好报道哦。明白，放心吧。哎，只管自己，真自私吧。你自己也去做好事不就行了吗？男生真是单纯呢。没错没错，难道他们男生就那么想做英雄吗？嗯，看起来大家都是冲着班长这个职位来的吧。你想太多了吧。不，一定是这样的。英同学，我们即刻出发。咦，去哪里啊？绝不能再让更多的人继续成为英雄了。从现在起，我要去做好人好事，直截了当说，要把我的事迹记录下来。直截了当说，机会来了吧。你真的要上吗？嘘，安静点。拜托你们两位了，请用你们的双眼好好记录下我的英勇身姿吧。遵命。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哎，小山。嘿嘿嘿，我绝不会把机会让给你们的。什么呀？别装傻了，你们一定也听说了吧，帮助了老奶奶的山根，得到了好吃的馒头作为给她的谢礼呢。你说什么？我们不知道啊。别骗人了，馒头是属于我的，别跟我抢。你不能去，应该是我去的。别拦着我。不让你去。哎，我要我的馒头。老奶奶，我来陪你过马路吧。是冰冰。嘿嘿，我做了一件好事啊。馒头。不能抢在我前面。干得好，中岛。谢谢。我来帮忙。今天的英雄是小山同学。嘿，我得到了钓鱼烧呢。你又输了。输太多次了。傻不傻呀，就算真做了英雄又能怎么样呢，对吧藤木同学。你真了不起呀，小山同学。小山是冲着馒头才去的。就算是这样，做了好事就是做了好事啊，我觉得很了不起。哼。对不起了，永泽同学。这符合小山的风格。什么意思啊，冰冰？小山，你喜欢馒头超过喜欢当英雄不？我们班上那些男生啊，为了争做好事，还真是争得很辛苦呢。男生真是单纯呢。小玉也是这么说的。男孩子之所以是男孩子，就是想当英雄啊。爷爷也是吗？我也曾经很崇拜江户时代清水次郎长那样的乱世英雄啊。那爸爸呢？我倒是对英雄没什么兴趣。做不成英雄就说怪话。好事嘛，就是要在大家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地做，这才是江户人的潇洒呀。你不是清水人吗？第二天又多了不少新闻呢。请各位让一下，直截了当说，是要来贴新闻了。今天是王伟同学的新闻呢。还真是。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吧。因为他实在是太烦了，就让他当一次英雄吧。胡说什么呀。藤木也上强暴了。是这样啊，替山同学，你会表扬我吗？替山同学说今天要在家里休息。哎呀，真的。会不会感冒了？放学后。永泽同学。永泽同学，你为什么一个人先走了呢？没什么，没必要一直一起走吧。永泽同学。哼，我才不要像他们一样当什么英雄呢。是永泽同学。
你没事吧？你没有哭，了不起，小朋友，你很坚强。嗯，我很坚强的，永泽同学。喂，永泽同学，你为什么不去做一些好事啊？我们现在可都是英雄啊，只有你一个人是坏人了。你们俩干什么？不许欺负人。永泽同学也做了好事，他也是英雄。你骗谁呀？是真的，我亲眼看到了。昨天啊，我也看见了。不要再吵了，傻不傻？永泽，哼，永泽同学，坏人落荒而逃喽。哼，中岛，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干嘛？知道了。永泽同学，什么事啊？那个你啊，我认为你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坏人哦。这算什么？第二天，让开让开，我要贴墙报啦！还在弄这个？啊，是英同学。为朋友挺身而出，仗义直言，像银翔怪兽哥吉拉一样战斗。我才不是哥吉拉呢！银同学，哥吉拉可是正义的伙伴哟，他可是个英雄哟。是是。尽管大家都说哥吉拉是英雄，但小丸子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比喻。摔坏杯盘，但还是会觉得自己干了坏事。这种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个恬静的、能让人放松的庭院，就能让我好好的反省，然后马上重新打起精神来了吧。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和碎杯子与小丸子想要漂亮的庭院，敬请期待哟。